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小伙伴们，不牛逼了，不牛逼了！你们看满地的卡都被今天是我追梦的第58天，可能是我最后一期视频了。还好我这一家，哎呦，加了卡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我把桌子上摆的都是一些不好的卡，我这么多的好卡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我藏在这个花瓶的后面了，他没有找到。小伙伴们，千万不要告密。这些我就这么一点点卡了，你们说？小伙伴们，不牛逼了，不牛逼了！今天是我追梦的第58期、58天，也是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期视频了。昨天把我妈妈的电视机给卖掉了，她废弃卖了，3000块钱买了，卖了130块钱，又被黑粉给告密了。可恶的黑粉！今天我又被真实了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期视频了。真的好难受啊！你们看，变成这个样了。不牛逼了，不牛逼了，真的不牛逼了。今天是我追梦的第58期，有没有小伙伴可以继承我的梦想，坚持我的路，我没走完的路，继续坚持，实现伟大的梦想，励志励志！有没有小伙伴想继承我的梦想，圆我的这个梦？今天是我拆卡最后一期视频了，坚持坚持不住了，我妈把我的卡马上全部要扔掉，而且不许我吃饭，3天罚我3天不许吃饭。小伙伴们，你说可怜不可？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期拆卡视频了，小伙伴们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给我点个赞，感谢了。我妈妈罚我3天不许我吃饭，还要关我的禁闭，我真的太惨了。又为什么我妈妈就不能理解我，为什么这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咱们最后一期拆卡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期拆卡了，大家不要想我了，千万不要想我，不要拦我，大家不要不要想不开。昨天我真的是完蛋了，把3000块钱的那个电视废旧卖了130块钱，我妈妈今天又很生气，大家千万不要想我。有什么事可以发写信嘛，大家有实在想我了，大家给我写信好不好，发传真也可以。我可能真的要走了，我要离家出走了，去一个没有我妈妈能看见我的世界。我真的要走了。我银河奥特曼，兄弟们，你们看这张卡好帅啊。这张卡真的好帅，银河奥特曼，还有一张 L 加的超级古三特拉 SD 卡，哇，超级古了，三天，兄弟们，这张卡兄弟们想要吗？真的很帅，很帅，真的很帅，兄弟们，我马上要去关禁闭了。你们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期拆卡视频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是我追梦的第58天，你们追梦了多少天了？咱们真的要拜拜了，要说声再见了，来打个招呼，拜拜了。千万不要想我，千万别哭，别哭了，我也舍不得大家。可是相见何晚呀？可是总有一天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拜拜了，拜拜。